天朝金阙，一同华衣万年同。户部侍郎于成龙，大理寺正卿孙乃，众位大人请了，请了。今有太尉梁千岁奉旨叩拜，心为失礼，亲赐板斧銮驾，我等早来伺候。远远望见千岁来言，身入皇宫有数秋，满朝文武咋为头，正是四海升平日，万国来朝无风楼。
自有谨慎侍奉，当今万岁爷十分的宠爱，封咱太尉之职。咱家内管三宫六院，外管五府六部十三科道，执掌圣杀之大权。如今干戈宁静，海晏河清，太平盛世，万岁爷命咱家剔除口外，行为涉猎，圣上恩赐御马，名为追封千里军。我说这个彭大人，千岁命你挑选八旗的兵丁，可曾选齐了吗？国旗兵丁俱是精明强壮，齐备多时候驾齐臣。哦，彭大人，你虽是个文职的官儿，哎，可颇有些个武将的韬略。千岁夸奖了，赏赐院的官儿呢？咱家的御马可曾备好？俱备好候驾齐臣。彭大人，千岁传咱家的口谕，文武百官一概免送，人马打从德胜门而出，就此兵发口外呀。是，下面听旨。千岁有谕，文武百官一概免送，人马打从德胜门而出，就此兵发口外。好、啊！
斗兽堆积如山，此乃国家之祥瑞，大家可望空一拜呀。彭大人，千岁，传咱家的口谕，歇兵三日，仍旧的捕猎。歇兵三日，仍旧不猎。啊！上次远的官儿，伺候千岁，好好的看守咱家的御马，救他百驾御营啊！是。
奉旨口外行为数列，身上恩赐御马，名为日月追风千里军，一路行来毫不威严，人哪言一路辛苦，歇息去吧。歇寨旨。冤仇今得报了，斩之火吃此言，众位贤弟如闻，速下降。是秦将，众位贤弟，你等到岸，因何来在这边欢讨？我等不晓。好，我就对你们实施了吧。啊！这一路林有家仇人。与谋所对，但不知太直的仇人是哪一家？提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。他姓此名谁？就是那飞镖黄三太，好英雄，好佩服。啊！谁知不知为了何事与他人结仇？这老儿反复无常，是在牢罗报道，今有探遇梁九公，提之口外行为势力，亲赐御马，名曰追风千里军。此时待俺斗谋下得山去，施展本领，将马打回山来，失去御马，必然命那三太寻找。这连环套甚是凶险，一时焉能得到？寻不着御马，必然将那三太斩首。谋家的冤仇，岂不得报了？啊！这江南御音有日铜墙铁壁一般，再至此去，化祸不成，反累其权。啊！呀！不日胡须焉得虎子，不必拦阻，俺去也。且慢，寨主执意要去，弟等备酒与寨主尽心。好，有我老梁。刘梁开席。Thank you.
此计的标金银令要强，因此上冒两家，你又叫我离
与马叫夫尔登多加操了。是。
之病，看守御马。我说咱们得分个前半夜后半夜啊。你们俩前半夜，我们哥俩后半夜。好，小心着点。好嘞。伙计啊，听我告诉你啊，这儿就是御马圈。哦，这儿是大碗面。报与上差知道，有请上差。
是。启禀上差，今有大胆贼人夜入御营，杀死京夫，盗走御马，现有书信一封，上差请看。有此等事，此事关系重大，速速报与大人知道，有请同大人。来到口外地，昼夜费心急。何事？启禀大人，今有担大责任，夜入御营，杀死金夫，盗取御马，临行之时留下书信一封，大人请看。待我看来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必须报与千岁知道。来，有达到御营。是。可算第一人。参见千岁。彭大人，夜静精深来到御营，有何本奏？启禀千岁，今有大胆贼人夜入御营，杀死金夫，盗取御马，临行留下书信一封，千岁也请看。怎么着？竟有大胆贼人擅入御营，杀死京夫，盗走御马，临行之时他还留下书信一封吗？真是这个贼，他好大的胆子。来呀，有掌灯带咱家观看。如今若问盗马人，飞镖三太尽知情。我想三太这个老儿，他早已故去多年了。是了，现有他子黄天霸跟随施世伦镇守海下，乃曹彪副将，莫非天霸与这绿林之中还有什么来往吗？咱家我自有道理。我说孩子们，有默默呀。圣旨，连日连夜去着海下调副将黄天霸，现一月之期捉拿盗马之人。有了盗马之人，将功之罪，若是无有咱家的御马呀，彭大人，千岁。当初你与三太交好甚厚，若是无有咱家的御马，连你带施世伦、天霸等一起问罪，把永泰哎，你接旨吧。
媒人们发你们一个月的钱了。儿臣自不小心，请将御马失落，其他是一次是媒人们发你们三个月的钱了。